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地藏菩萨为我们末法众生超时空的在佛陀面前请教末法时代要值遇要发生的事情啊，请问佛陀如何面对？这个世间最应当最殊胜要恭敬的就是法宝，还有最要恭敬的僧宝。我们能听经闻法皆赖于僧宝，如果你轻慢僧宝，则为轻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佛陀追加一句，就是你轻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罪过，也不及轻慢僧宝的罪过。法界一切如母有情，也法界一切。请问法界大不大？法界是不是无处不包啊？哎，四生六道九幽十类是不是都在法界里啊？哎，法界中一切的叫如母有情。请问那个蚂蚁有没有做过我们的父母啊？有没有啊？有啊。如果你知道那个飞的蚊子做过你父母，你还会打他吗？你会不会恭敬他？你们会不会为他念阿弥陀佛？你会不会给他受三皈依？会不会把自己功德回向给他？所以拜地藏忏不是为自己拜，是为法界一切如母有情拜的呀。你们没有学到佛法，不知道这个真谛，我现在学了佛法，我了知了真谛，我替你们修行，我替你们忏悔四生六道一切如母的友情，我替你们在佛前忏悔。请问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哎，我们在座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佛法，我们如果现在就这样想，我替法界一切如母友情坐在我们汉济寺听经闻法，请问有没有用？哎，有用啊。哎，所以普贤菩萨有一个发愿记啊，发愿的这跟我念啊，我尽法行不为自求，声闻缘觉乃至全称诸位菩萨唯以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与法界一切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心，这个就是我们众生个个都有的密藏。请问佛陀的心跟我们众生心会不会相连？会不会相通？我们的心请问有没有佛陀的功德？哎，有。但是请问有没有开发出来？哎，所以它是密藏。哎，密藏就你家里有个保险柜，但是钥匙还没找到，对，是不是？但这是不是你家的宝贝？还是，但是钥匙没找到，密码还没找到，对不对？哎，密码还没找到。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你看两边耳朵两边要挂着 Om Mani Padme Hum，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对，那就是打开保险柜心地宝藏的密码，知道不知道？Om Mani Padme Hum。所以你看我们
弘扬地藏法门的，我们当中供养的地藏菩萨，哎，他的密码就写在这，看到没有？我们念一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的宝藏有没有带来？保险柜有没有扛来？保险柜在哪？有没有在心里啊？心里有没有宝藏？此时此刻我们怎么入宝藏啊？此方，此，这个此方啊，即使就不仅仅说是空间，它也是时间。此时此刻，此地此处，我们当下啊，我们龙人法师山顶上闭过关，他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哎，所以他就把这句话哎写在这里，这就是秘密。但是这个又把它写出来，公开的秘密，这虽然公开，他还是不懂，还是秘密的，哎。所以我要做的这个当中，你看要跟大家来，哎，要来探讨研究这个问题。哎，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欲入三摩地，当以文中入。这本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但请问观世音菩萨法门跟地藏菩萨法门有没有区别？这就是佛法不二，佛法没有二门啊。所以我们孟老也好啊，我们宣化上人也好，都是说，他说八万四千法门哪个最好？哎，对，都是第一，没有第二。佛法有没有排第二的？没有，都是第一。为什么？因为佛法是什么？不对立的，它是不二的。佛法是不二的。啊，所以这句话来自于楞严经。啊，来自楞严经。哎，所以现在也有人解读，我觉得解读的有的也有解读偏的啊，楞严经也好啊，或者法华经啊，有的人就说啊，法华经就金如指王最大最好啊，说其他法门都是二十三，只有这个是真实的。我说这个怎么法怎么能这么说呀？这么说这个糟糕了，佛法都是不二的呀，哎，对不对？你当没有升起惭愧心的时候，师父教导你引导你升起惭愧心，这个就是对你积的，这就可以灭恶的，这就可以对法升起如法的受用的。这个时候师父传你这个的时候就是第一，让一个没有惭愧的人升起惭愧，这就是他的第一法门。当我们不知道五浊恶世的罪恶，当我们对这个轮回苦海没有厌离的时候，师父给他讲解五浊恶世的过患，生死轮回的痛苦，造恶得苦报，苦是多么苦，师父给他开解，让他对苦生起了怖畏心，让他生起了戒恶的心。我不敢做这个，我怕苦，以后的果报受不了。如果师父跟他讲这个，那这个就是他最好的法门，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多少人他没有，哎，他不知道，哎，他轮回有什么不好啊？我不是挺好吗？他看不到轮回的过患。佛陀一成道，三转法轮里面每一转这个苦地极地啊，灭地道地，第一个就是讲苦啊。你难道能说佛陀说苦法是不究竟法吗？佛说苦法
不是佛法吗？众生对苦都不知道畏惧的时候，你给他说哦，法华经是经中之王，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最好，他娑婆世界苦不究竟他都不知道，你说极乐世界再好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好，他也不愿意去。请问出家好不好呀？好不好？那你愿意吗？好对不对？那我如果告诉你，如果我给你讲解出家的功德，然后告诉你在家的过患，你就会对在家的生活厌离呀，对不对？中国连写字都写得那么清楚，家字怎么写的呀？家字来，宝盖头是不是？下面是一个什么字啊？下面是头猪啊，那就叫家呀。宝盖头在古文里的写法，篆体写是一个房子的意思啊，就是房子里住了一头猪啊，那就叫家呀。哎，所以我们这个那李娜出家的时候啊，记者去采访他，你是这个中国这么著名的歌唱家，你为什么出家啊？他说我不是出家，我是回家，从愚昧的家里面出来，回到如来的家，对不对？哎，请问对你们人生当中，这个寺院对你有意义还是家对你有意义？寺院啊，对你活的也有意义，更不要说死了，死了就这里能超度你走啊，家里是能拖你后腿的呀，对不对？你刚要往生极乐世界，家里孩子一哭又把你拉回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这些就是如果没有人给你讲解，没有人引导你，你是不会对你现有的家，你看到他的过患，你是不愿意处理出来的。我们对生死轮回，对五浊恶世也是这样，对不对？哦，你不能说哪个法最好最好，我就那个哪个法不好啊？对你来说什么法？哎，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了，那法无高下，对机者量，药无贵贱，治病者就是好的，对不对？哎，你能不能像那个电影里一样的，你去买药，你是说买贵的药，你还是买治病的药？你要治病的药呀，你不能到这里什么贵，哪有药贵啊？不求最好，就求最贵，会不会那样呀？那是糊涂人呢。所以我们哎，听经闻法又有人引导我们，哪怕就是地狱里，只要地藏菩萨来到他的面前引导他，请问地狱的众生是不是就有救了呀？哎，今夕正开地狱门，明珠照彻天堂路。有没有记得这句话？地藏菩萨重要不重要？所以谁是地藏菩萨？我们生命中的谁是地藏菩萨？三宝是不是？请问佛陀是不是？所有的善知识是不是？一切经典是不是？都是啊。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啊，我们在座的，特别是我啊，就得我们孟公加持，我近来一直沐浴着他的加持。我们龙人法师介绍的时候，我都特别感动，心中特别温暖。我们孟参长老这么护教之心，这么爱护我们后学，这种慈心悲愿，就像地藏菩萨的大愿一样。我们在这里意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意念，我就感受到是感受到我们
孟公老和尚的他的作为人格的魅力，身格的这个伟大啊，他传递给我们的佛法的这种加倍啊，所以这是一个有传承的寺院，这是一个有中心的啊，里面是有宗旨的，所以也是有道风的啊，所以我们在座大家此时此刻坐在这里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一个秘密的窍门啊，像这个方法，这个师父啊跟徒弟之间要达到很好的状态，很好的状态，师父才会讲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不要说这个嘞，就是我们喝茶好了，也不可能一来就把家里看家底的茶拿出来喝的，还要一个一个喝上去的呀。啊，到我那边喝也是啊，有可能熟普先暖暖胃，是吧？然后再来生普啊，然后再喝到丹珠，丹珠一千年的、两千年，再慢慢喝上去，不可能一来我马上就啊什么多少年的茶拿出来，对不对？哎，佛法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龙人大和尚法师慈悲把这个佛门的秘密写在这上面，这个是就是见地藏菩萨最好的方法。如果在清净的英文中而得见于真实的教体，就是得见地藏菩萨，得见地藏大士。地藏菩萨就是一切诸佛之身体，一切众生之密藏啊，所以真教体既是佛陀的身体，也是佛陀的法音流布，也是佛陀的悲愿广大，众生度尽方成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佛陀是以这个因得佛的果，再以这个果再果彻因缘，再度法界一切众生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窍门啊。就像我师父，我师父上悟下道大和尚啊，所以今天很特别，昨天是天降日，明天是我师父圆寂纪念日啊。我师父啊，对我们温州啊，对我们乐清啊，啊，这一代大家基本上很多的出家人都亲近过他老人家啊，上悟下道大和尚啊，明天是他老人家圆寂纪念日，我本来是在戒场的啊，宗普陀在传戒，但因为这样特殊我师父圆寂日嘛，我说我要回一下寺院啊，去组个法，然后呢半路里正好再来参拜我们啊龙人大法师啊，然后有因缘我们坐在这边，坐在这边，大家你看这个因缘多少殊胜啊啊。所以我们法师把这个就在刻在这个啊大殿上面啊，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那我师父也告诉我们一个啊修行的秘密啊，要心心寂寂，寂寂心心，这也是我们永嘉大师的修法。心心寂寂是心心散乱飞，寂寂心心是寂寂昏沉飞。这是一个修行人，这是闭关修行的钥匙，这一个修行人得入法藏，得法受用啊，证三摩地的就是窍门啊，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入处啊。所以今天既然来到这么殊胜的道场，那我呢就不敢讲一句废话，都是把我们佛法中的，不管在座的懂还是不懂啊，如果有时间你们就多亲近我们龙人法师，
他会慢慢的教化大家，让你们懂这句话的意思。但是这个教化啊，也像喝茶一样，你也要拿出你的诚心来。人交朋友也是的，要交到知心朋友那是不容易的。你这一辈子几十年，你有几个知心朋友？你所谓知心什么？你就让对方对你知心，你不知心行吗？一个知心朋友是相互的。如果你没有真心，你这一辈子你没有真心朋友。交朋友尚且如此，修习佛法也不出此外。修习佛法，你拜师父，你说你做徒弟，你像不像一个徒弟？你是个好徒弟，那你就能遇到好师父。你不是个好徒弟，你遇到佛一样的师父，你除了种下地狱之因，你还能有得到什么好果啊？对不对？虽然佛法大乘经典一打开，句句都是佛陀的语言，这个都是啊，甚至我们僧宝把这些再挑出来，最宝贵的挑出来，但是你能受用吗？你懂吗？这什么意思？哎，你怎么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那怎么闻啊？你怎么入啊？欲入三摩地，你怎么入啊？啊，当以文中入，这个是有方法的，这要手把手的教，心贴心的教呀，以心不硬心才能教啊。一个人，你要交一个朋友，你要以心贴心的朋友也不容易的，对不对？哎，你跟你家里人好嘞啊，老婆跟老公，老公跟老婆好嘞，两个人吵架了，眼神都碰不到一块去啊，话也讲不到一起去啊，两个人感情很好很好，有时候才能够讲知心话，对不对？真讲知心话，所以也是这样，佛法也是这样的。啊，佛法无人说啊，虽会亦难了啊。写在这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哎，所以还要多亲近，去亲近善知识。哎，你看我们，哎，孟老为什么他要活那么大岁数？他有这个愿力，他说我在监狱里过了30多年，我要把这30多年再抢回来。他在跟时间在赛跑啊，这是他对佛法的一种责任，他对众生的一种悲悯，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会常住在人间。那当他寺院也新建了，徒弟也接班了，休息休息啊。请问一个出家人，我们一个修行人去极乐世界，是不是叫休息休息啊？哎，所以极乐世界又名安养国，安养一下。所以我们很多的老人院，我们出家人的养这个老和尚退了之后啊，住的地方就叫做安养啊。哎，极乐世界有4个名字，极乐、安乐、安养、清泰。哎，清净啊，安泰。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好好修，那我们就有归处，我们就能也能到极乐世界去安养安养。哎，娑婆世界，你想，你家。你不交电费，你看还是你家吗？对不对？哎，马上就有人找上门来把你赶走，啊，对不对？你想，你什么是你的？什么是你的？你想，你现在你穿身上衣服是你的吗？你穿了脚上的鞋是你的吗？哎，你以后你到垃圾桶去看看那些衣服，你就知道了。甚至我们身上，我们现在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头发，哎，你洗澡的时候搓下来的皮肤你还收集吗？
哎，那个角质层就是灰，你还有没有洗过澡再把角质层收回来的？你甲纸指甲剪完再放到那的，哎，你们有没有保留大小便？都不保留的。那请问什么是你的呢？哎，正知正见，你的功德是你的，知道吗？其他如果是轮回的业，那你苦了。所以我们要忏悔我们轮回的业，我们要好好的修我们不轮回的业，真实的功德，追求真实的功德，念佛念法念僧会得真实的功德，持戒修定开智慧，这是会真实的功德。你这个这一生，我如果在这上面，那你这一生你是人天的发光的，你家老祖宗都指望你了啊，听明白了没有？哎，所以地藏菩萨要救我们，我们要不要配合？我们如果真实的修行，请问我们能不能成为地藏菩萨在人间的一个传播者？哎，也会呀。地藏菩萨能救爸爸妈妈，请问我们如果修行，我们能不能救自己的祖先？也可以呀。哎，所以希望大家，我们今天这么宝贵的时间啊，我们也向我们孟禅长老学习，我们特别要向我们龙仁法师学习啊。你看这么慈悲，一个出家人在山上闭关，哎，修行已经尝到法味的人，哎，哪里需要跑这来造这么大一个房子？请问这个房子造这么大这么高，是为谁造的呀？就是为我们造的呀。啊，所以大家要珍惜，不要辜负了诸佛菩萨和这些僧宝的啊，这些慈悲的大愿心啊。今天我们哎啰里啰嗦，大家慈悲啊。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法堂里，这个业喜啊都是相近的，法缘也是相符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善因，是吧？所以我们佛说的一样，感应道交那是因，是吧？菩萨他就感应起来。所以我们天天在拜忏，天天在忏悔，天天在念着偈子感应道交。今天我是感应道交，但是你们有没有感应道交呢？那就另当别论。所以我们人在这个访谈一起领受佛陀教义，来一起听从法师的讲法和开示，这也是宿世的因缘。这个缘啊，我们佛法就叫因缘法，这个因缘是很微妙的，但是我们切身宿世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不可思议。其实啊，我们过去世都是道友，说不定你们在座的人都是我的父母，说不定我就是你们的师父，今生又碰到了。所以这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很欢喜，没有嗔恨心，这就是缘，这是一个善缘。但是我们在一起修法，在一起领受法味的时候，这个叫法缘。这个法是清净的，这个法是庄严，这个法能让我们这个缘能让我们解脱，解脱的正因，能让我们趋向圣道的正因。不要小看今天的一个聚缘，这就是未来世我们能成佛也是一个缘起。如果我们能入三恶道，也能受法师和十方诸佛菩萨邪圣僧的救法，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入佛学出家第一本经不是定藏经，是宝梁经。我看了宝梁经之后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和尚怎么有这么大的功德？看了宝梁经之后，和尚怎么这么懒，什么都不能做啊，掘地也不能掘，拔草也不能拔。哎，我说和尚怎么这样子？那个时候我
我还没有去受戒。为什么呢？所以我受了戒之后，深入了经藏之后，才知道佛是慈悲悯爱，不能伤害大地众生，不能伤害大地有情。从我们微细的，从我们的行为去布施众生欢喜，不触到众生，不伤害众生，这是佛陀的最基础的信念，最基本的行为。所以我受皈依的时候，就是要居士们要吃素，不吃素不叫佛弟子。这是根本，不杀生，不触恼众生，不伤害众生。每一个佛菩萨，每一个出家人，他的心念是纯善，但是相有别异，写的不同的身，不同的身相，就是要对治不同的人，但是他相的不同，但是心性是如一的。所以清净三宝是我们成佛的正因，所以我们每天如是的念佛念法念僧，没有一个三宝弟子不念三宝，没有一个世间人不念父母的。刚才法师讲得很好，所以说三宝是我们的法身父母，我们的肉身父母是我们给予我们色身的想法人生的父母，他能给予我们成长，给予我们很多社会的知识，就是成就我们的人道。但是我们想处理，必须要一直一直佛，一直法，一直僧，离开三宝想解脱，显正道，无有是处，没有。所以像法师给了我们一堂很上位的法位，也是在赞叹的三宝的功德，也是在赞叹我们出家人的功德。特别是我也看了大乘大觉地藏十轮集和宝梁经之后，很赞叹和尚。所以别人就去布施，去布施乞丐，我是专门向乞丐要钱。那就是这么说，师父他都吐死了，你还想向他要钱？我说乞丐呀，永远没有施舍的心，我向他要，就是让他有一点布施的心，让他自己升起布施心。他得天天要别人布施，但是他自己的布施的心没有，所以他就越来越苦。所以我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前几天我去那些火车站、汽车站、五台山那个大楼顶，一路上都是那个都是乞丐。我天天拜山，天天拜，天天向他们要。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缺了脖子的人，师傅我给你，我说给我一块钱，不行给你十块。最后呢，我想到你给我一块，我给你十块。他说师傅，为什么？我说增加你的施舍心，这个施舍很重要的。我们的福报从布施中得，如果你一昧的索取，那就你是一昧的贫穷。我们的富贵就是布施，布施越布施越富有。如果你一昧的索取，那就一昧的贫穷。我以前在闭关的时候，乃至不戒世间的时候，我一直跟别人讲布施，六度万恨，布施为首。如果不布施，我跟你们讲，成不了菩萨，布施波罗波罗蜜，断烦悲哀，布施能成就菩萨的本位。如果我们每一个布施想成菩萨，不可能，没有的。起码的基础都没有，施舍的心都没有，如何成就菩萨道？所以很多人都是妄道。虽然刚才法师所说的一样，
念佛很好，难道我念的菩萨一定当菩萨就不好？我们难道就念观世音菩萨就不行？那我们的本尊，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没功德吗？都是一样。我们的心如不平等，那你念是末法，修是末法，都是外法。如果我们的心是庄严清净平等的慈悲的，那修是末法，都是解脱法，都是趋向于圣道的法。今天是一个我们刚法师节的一个法缘的契机，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我在这里再次要求我们明年啊，请法师真真实实的给我们开始布道放光，祝大家吉祥如意。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慈悲置业花莲中心起建药师法会，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12到13日。恭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14日礼拜药师宝忏，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小神通月功德日，善恶行成十亿倍，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30系列超度法会，护生暨蒙山施食，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为报三宝恩、众生恩，并为佛弟子忏罪积佛之心愿，台南南溪万佛寺举办一年一度的梁皇宝忏共修法会，日期从10月30日至11月5日，梁皇七永日由万佛寺僧团领众，以发菩提心、修慈悲行，礼拜梁皇宝忏共修法会。今年的梁皇法会很不一样。那现在人普遍晚睡，然后又有个手机，然后再来大家坐在那里，这可能就聊天啦、滑手机啦，心还是很散乱。那考虑到万佛寺就不同，那万佛寺因为它其实比较远离尘嚣，你说多远也不至于哦，这台南市，公车坐进来就1个小时，也还好。可是呢，你人家进进出出，基本上大家就不愿意这样了。这个时候，他时间在寺院里的时间就长。
那时间长你就这样耗着吗？大家请假来的时间相对的都很需要请假的。那么我们强调的是法会固然是一种法会形式，但它不是一个形式，它应该是很注重修行才对。以修行为主要方向，万佛寺梁皇宝忏法会最大的特色是从早课内念咒诵词，以清净法界破魔显证，接着诵词法华经，提解法华经一佛乘的道理，作为一天拜忏的开始。法会期间更让参加者出坡修福报，拜完忏后晚上接着念佛放小蒙山和法师开示等。这是竺法和尚法藏法师为了让来拜忏的信众们能把握修行的殊胜因缘，而调整了加强版的法会共修课程。早上呢，我们就4:30我们就开始做早课，那我们就要送一卷的法华经，那7天刚好送7卷，那这样我送了一部法华经，然后还做早课，还送楞严咒。接着呢，我们就过堂吃饭，让你不会心散乱，让你有感觉那是在修行，更加严谨的修行。到6:30呢，我们就正式一个晚课，而晚课还加码念佛25分钟，增加这个念佛，让你多修行。完了呢，再听1小时的梁皇忏的所谓的略说开示。在过堂吃饭完了之后呢，还要去打扫修福报，福报修完了呢，哦，我们还加一个八关斋。你看看，诵经、做早课、过堂、八关斋、修福报，这已经5大项了。然后接着才真正拜梁皇。那这就是我们认为梁皇呢，看起来是一般性的通途法会，好像轻轻松松，但因为我们的特殊原因，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期待，我们希望做这个更完整。万佛寺在法藏法师的推动之下，希望让更多人亲近佛法，近年来得到了各界首长莅临与关注，并于法会期间前来寺里礼佛、祈佛加倍、同沾法益。人人都可以度化，可是如果你能够先接近比较还有他们一个人可能影响100、1000。梁皇忏它是一个叫做慈悲忏法，所以它不是自己在那边修福报而已，它要具足大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为利益一切众生。那今天的世界上，其实像这几个国家这样在发生问题，其实我们跟人家的体质都差不多，特别是跟韩国很接近，那人家会发生这个事，我们当然要预防。我们台湾呢有些天灾人祸，哦，上次才刚有地震，是吧？那我们也是地震带的地方，所以那再加上两岸一直不稳定，好像这些呢都是天灾人祸的一个隐忧。因此我们这一次的梁皇呢，我们都有做回向，那我们也跟大众讲，在讲经的时候我们跟大众讲说要忆念这些天灾人祸，好，那为这些伤亡的人呢做适当的回向。所谓佛门当中佛好修，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让你回归福报，并与社会接轨，将此拜忏功德回向近期的天灾人祸，为众生而作，佛慧双修，积福忏罪，大众皆能因超扬泰，所求离极。生命电视台南采访报道。你出生那天，死亡便开始接近。听闻的人们啊，切记，没有任何时间是可以挥霍浪费的。婴儿的诞生乃天下一大乐事，然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婴儿逐步迈向死亡的过程。在他的一生当中，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方向，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他免于一死。俗话说，太阳渐行渐远，西山之阴影则渐行渐近。生命越是开展，死亡越是逼近，
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他仍然认为自己来日方长，这真是大错特错。不断地把事情延后再做，是愚蠢无知的。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每一次呼吸就更加趋近死亡一步，如同一只被领进屠宰场的动物，每走一步就离死亡越近。今生只有一次，来生则无可计数，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地忽视佛法的修持，在死亡的时刻，在音色有时候，那
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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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消
在阴寿有时候，那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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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阴寿有时候。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